是什么？从何而来？痛苦是什么？从快乐而生。却买的我说我的快乐也不是想象的痛苦飘走就这样吧，跟着你。痛苦的声音是什么？你听听。如果痛苦可以用钱买到快乐，也是一样的。如果快乐可以用钱买的。收下心事衣服如是有这么多的不应该不应该不自然的方式Sawa,
的笑话，连都没看见。站在金鱼的身上，不敢的笑话，连都没看见。没有金钱的世界，没有他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嘛，没看见，那叫啥？不看见，只有心疼。没看见，没看见嘛，没看见，那叫啥？不看见，笑话。没有他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嘛，没看见，那叫啥？不看见，笑话。没有他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嘛，没看见，那叫啥？不看见，笑话。没有财气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嘛，没看见，那叫啥？不看见，笑话。没有他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嘛，没有叹息。没有他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嘛。大家怎么敢对手啊？别看到，别看见，别看见嘛！别看见，大家怎么敢对手啊？别看到，别看见，别看见嘛！别看见，大家怎么敢对手啊？别看到，别看见，别看见，大家怎么敢对手啊？别看到，别看见，别看见嘛！别看见，大家怎么敢对手啊？别到，别看见，别看见。没看见，没看见嘛，没看见，那叫什么感觉？走啊！欧巴，你没看见嘛，没看见，那叫什么感觉？天哪，欧巴，没看见嘛，没看见，那叫什么感觉？走啊！没看见，没看见嘛，没看见，那叫什么感觉？走啊！听下头，别看见，别看见嘛，别看见，那叫什么感觉？走啊！听下头，别看见，别看见嘛，别看见，那叫什么感觉？走啊！